哈喽，大家好，今天要来购买新的礼包。这个是白色狐狸礼包，最特别是这个狐狸面具。这件和服很好看，还有木屐鞋子。这次开箱是由风铃团长赞助播出，给大家参考咯。哇，这个火锅好香哦！啊，这个瓶盖怎么打不开？好紧哦！啊，好累哦，好累哦，打不开，打不开啊！有没有服务生啊？怎么啦，客人？这个瓶盖卡住了啦，我用尽千载的力气都打不开，怎么可以锁得这么紧啊？哦，好吧，好吧，这个很简单啊，我来帮你哦。你要怎么帮我啊？你要拿开瓶器过来吗？No no no， 我只要这样子，嘿咻嘿咻！哇塞，你竟然用脚踢就把它踢开了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，太神了！那你还有想要喝其他的汽水吗？我也可以帮你开哦。哦，不用了不用了啊！汽水喷出来，汽水喷出来了，那你赶快把它喝掉。